华帝进入藏，提醒您收看本期精彩看点。不要放弃好的爱，冲过去，加油！跳，抓紧，不要放手！上海国际模特大赛的优秀选手，再次欢迎你们！原地跨越不行了，要跑起来，注意落点，跳，注意落点，往后啊！加油！好欢迎最辣最美的辣妈团！辣妈，不要放弃！哎呀，哎呀，小国这一关就要拿到冠军，抓紧！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让我们来听到今天夏天最火爆的欢呼声！欢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高聚能真低碳的华帝聚能皂智勇大冲关。各位好，我是李瑞。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越帅越美丽的吴霞，非常高兴见到大家。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青春阳光活泼可爱老帅老帅的 KK。大家好，我依然是给大家送奖品的玲玲，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好了，我们的口号就是智勇大冲关，幸运来挑战！好，朋友们，我们三国拼黑呢，马上开始。在我这边呢，就是健身队。睡美，睡美，我要睡，要你美。好样的！好，来看看我们爬山虎队。我们就爬过去。好，来刘闯，刘闯，今天就闯一闯给你看，一定要过哦。好，对，开始，虎队。他说他要爬过去，好的，刘爬山虎，爬山虎，吸盘的，他现在已经紧紧的吸在了我们转盘的中间，先把这上墙了，没问题，不要着急。哎呦，来怎么了？好的，不要再沉下去，哎呦，好，来，接下来是我们这边了，来，接下来，开始，健身队的健身一号也出发了，好，哎呀，哎呀，好，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我的外拳，我的外拳。哇，这个，哎，我觉得刚才落水这个姿势绝对要给一个奖。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凭的过关，是比谁的下水姿势最漂亮。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来，三二一，走的。好样的。好，你先过，我们之后。第二位，你过去了。没问题。把脚收起来。第二号选手，没问题。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看到了，瞄准位置，找小希望，看准目标。爬山虎队员，你们准备好了吗？抓紧！哇，小心，就差一点点哦！看到没有？这就是真正的爬山虎！哇，一定要冲过去哦！三二一 ，Go！ 好，我们健身二号派出了一位胡须王，小心！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爬山虎队的最后一名过关选手 ，Go！如果爬山虎拿到这一分，就必胜无疑。紧紧粘在上面，好的，稳住，不要被甩出去。紧紧粘在上面没关系，你是爬山虎，你是爬山虎，所以你要站着。你是虎，你是爬山虎。看出了爬山虎队的优势。水花四溅啊！这旁边是清凉一片。一走，健身三号出发，健身队的最后一位压轴选手。健身队王林。耶！ Yeah， 把大拇指伸出来，恭喜！爬山虎队胜利了，太棒了！要恭喜呢，我们爬山虎队获得了这个第四关的奖品，也就是华帝的消毒罐，送给你，哇，美女一台哦！哇，好棒啊！欢迎两位美女！智勇大冲关，我们要过全关！三二一 ，Go！好，这位美丽的女生，我还记得出发前你的豪言壮语啊，要过全关。起来，希望摇到了三，对你来说是个更好的消息啊！赶快加油，速度快一点，速度快一点。好，来到了第二关，消耗了不少的体力，现在在等喘气儿啊。是，调整一下。是的，是的，你这不行，你这，美美美美，过五关冲啊！好，我们的黑背心美美。出发了，好样的，豪言壮语啊，说要过五关，哎，来到第二关，赶快有个助跑啊，哇，
这样好险呐、啊！哎呀，这个好危险呐、啊！幸好是转危为安了。好，时间对你来说还很充分。哎，哇，到外圈，好样的，稳住，潇洒呀，稳住。哎，现在你稳住，不要碰蓝色的圈。需要做一个很关键的动作，那就是只能把你的身体放在一个区域的颜色里面。对，不要碰蓝圈，减少摩擦。有点急哦，但是有戏啊。厉害，没关系，妹妹，下面是第四关美人荡秋千，加油！看看能不能拿到消毒棍。哎呦，哎，差一点。但是恭喜这位漂亮的姑娘，你将获得的是滑地热水器一台。一看就是男孩。为什么？还为什么？还为什么？拆开吧，为什么？介绍一下呀、啊，因为他们两个的姻缘非常的有趣，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啊，有一次游泳的时候被淹了，我就把他叫上来做人工呼吸的时候，选择了就是看到我就嫁给我了。啊，就这样。对呀、啊，就是告诉许多大龄的单身男青年，没事去河边走走。对，经常到水边走一走那个。但是你也提醒所有现在夏天游泳的朋友们，真的要注意安全啦。是，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乡村医生不容易，提醒我们全社会来支持我们的乡村医疗事业。对，哎哎。慢一点。Let's go。我们的乡村医生，健哥是健步如飞啊！真的，哇，就是、太厉害了！看样子有家人的这个助阵啊，我们这位乡村医生的这个实力真的是超水平发挥啊！抓紧，乡村医生精彩人生，乡村医生精彩人生。加油了！了解到特别感人的事情，我们这位乡村医生曾经在水库救了一位女士，英雄救美啊！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了他太太，人家以身相许了呀！哇，好浪漫的爱情故事啊！听说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呀！看看我们这位乡村医生是否能够多闯几关拿到大奖。慢慢把身体的这个方向调整起来，蜷缩身体。哇！哎，看这个做得非常的慎重。看准，抓紧！哎呀，起跳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太遗憾了。放心呢、啊，就是无论你在哪里跌到水里，都有老公给你做人工呼吸，好不好？来，预备，开始 ，Go！ 慢的，加油了啊！看看这幸福，老公在前面等着你呢。老公闯霸，老婆来。看看我们这位乡村医生家的太太，哎呦！朋友哥到青天，铁面无私变冬天，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都倾家。包舞的人，哎，来给各位介绍一下，王朝马汉来晚了。是，包公闯关身手不凡。好，唐在河边走，包公不失手。好，来，好，来，好，关，来，包大人，来，整一个，预备，走，有，可以了，走了，包大人，看，好样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这位包大人非常年轻，因为脸上还有青春痘。兼职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我们都在看着您的表现呢。包大人，哎，来三二一，走。Let's go！ 快站起来，跳。好的。我们这位是专业跑龙套的，一人。饰演多个角色。好，好，这就是集于无数的神功为一身的艺术，抓紧！抓紧了！戴着牛仔帽的艺术，抓紧！好的，无数无数，非你莫属！穿山鼠，加油啦！现在你要成为翻。江鼠了，哎呀，翻江倒海的本事，看看有没有。哎呦，接下来马上要转变成飞天鼠，现在是转盘鼠，扔帽子鼠，
来。一二三飞。瞅准了机会吧。飞是飞了，可是还没报警啊。掌声来欢迎今年夏季最辣最美的辣妈团，有请漂亮的辣妈们。哇哇哇哇哇哇，好厉害哦宝贝。妈妈加油。好，妈妈准备好了。妈妈加油。我这个妈妈不是你的妈妈哦。这么甜美的声音来给我们的辣妈加油，相信这个辣妈跑起来是觉得心里边更甜美了。加油啊辣妈。辣妈掉到了水里，咱们的游泳池就变成了一锅辣椒汤啊！三二一，出发！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哎，这个不错。我们这里有一个宝宝呢，永远都会说妈妈加油，就是我们见到的妈妈加油当中最关键也是最标准的一个这个。加油！二三四，撑住撑住撑住，还剩一步，不要放弃，来调整一下，好的，先稳定，先稳定，好，看看能不能转身。只要脚下踩实了就要往前跨，不要在上面耽误太多时间。不要放弃，好，接住，哎，哎呀，哎呀呀，再坚持一下呀，走。加油！刚刚妈妈传授了哄宝宝秘籍，只要告诉宝宝。宝宝说棒的，宝宝说你也是最棒的，是啊，哎，妈妈也是最棒的，妈妈加油啦！撑住，跳过来，辣妈辣妈拿奖回家，辣妈辣妈拿奖回家。加油！辣妈辣妈，现在你要调整一下你的方向，哎，来想办法。你做得很好哦，然后随着这个转盘看准了就出手，看准一定要助跑两步再起跳，跳，好嘞，好的，辣妈，宝宝也在给你加油啊！好像这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漂亮的辣妈，还闯到第四关，跳，哇哇，掌声鼓励。太阳子这位辣妈还是一位运动辣妈。好的，现在这位辣妈的奖品已经升级了，那么现在获得的就是下级1800元的抽油烟机一台，看看他是否能够闯过我们的第五关呢？抓紧，放起了胜利的礼炮，用脚勾住前面的软梯，用脚勾住前面的软梯，厉害啊，这可是孩子他妈呀，抓紧，好的。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为这位辣妈加油打气呐喊。好，宝宝再看见你的表现哦。坚持。喂，还有13秒，时间到，坚持就是胜利，还有10秒调整。抓紧抓紧，这个时候手一定要抓紧了。好，好的，不要放弃，来，往前跨两步。K K 上去帮你，哇，太棒了！胜利加油，太棒了！恭喜你！我有什么话跟宝宝说？来，宝宝你是最棒的妈妈，永远爱你。宝宝，你看你的妈妈表现真的是太棒了，知道？妈妈妈妈妈妈，我也爱你。哎，我们有一份特别的礼物是送给我们的辣妈，要送给你的是华帝巨能皂。恭喜，谢谢！祝你们全家幸福快乐。华帝巨能皂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不要放弃，好的，哎，冲过去，加油，跳，抓紧，不要放手，一定要往前，一定要冲刺啊！来，加油！哎，掌声来，请出今天我们的 X-Man。喂，冲刺上我们的跑道，哇，就是破加油！金梦模特来冲关，健康美丽爱运动，注意落点，跳，注意落点，往后啊！水果大王。水果爸爸加油啊！你最后一个红包啊！太阳子平常在家里面一定是非常棒的，抓紧，好，全场一片欢呼声啊！各位，18岁的刘国英，刘爷爷。欢迎我们的星梦模特，高挑的身材，红红的脸蛋。
非常的甜美，随着音乐的节奏迈动青春的步伐，非常的健康。欢迎三位，希望模特来冲刮，健康美丽爱运动，耶、yeah, go。3, 2, 1, GO! 他是属于那种男生会比较喜欢的那种初恋情人的感觉，没错，就很清纯呢、啊。准备，3, 2, 1 Just go!也是一员猛将啊，瞧瞧，每一次好像都在悬崖的边缘还生，那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哎，好，打转盘，我们在高台上已经看到了你的身影，还没有调整好，你看看，我们预备，3, 2, 1 go, go!加油，跨过去，跨过去，好样的。五段跳，加油！4, 5，啊，好样的！美丽智慧亮闪闪。哎，为了梦想一定要坚持，摔得让人很心疼。来，调整好。我们都在屏住呼吸，看你精彩的表现啊！只要过了这一关，就能够满载而归了。报警！恭喜恭喜，闯过第三关，现在热水器已经到手了，哇！好，接过来挑战一下美人大秋千，细皮嫩肉的，大家看着也很心疼。注意落点啊！注意落点，往后啊！他注意控制了一下，但是还是身体往右后方倾了一下。要恭喜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热水器一台。小猪猪哦，两位从重庆来的，对不对？智勇大冲关就错第一关，就过第一关就好了。有出息，凡事从头开始。嗨，好大的力！四关不错，来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从重庆来的学生哥。快站起来！哎呦喂，这好不容易脚下踩实了，没有压力了，没有压力了。你再说一遍，你说你的身材还行，有自信。来，来了，其实不管什么样，只要快乐就好，对不对？对，没错。好，来，3, 2, 1走着，第一关啊！快乐的无双冲上我们的跑道，哇，就是过第一关。哇，屁股好痛啊！这跤摔的好猛啊！哇，快站起来！你不会放弃的。往前跑，往前跑，加油，加油，还有机会。无双，无双，身体无双，无双，无双，绝世无双，无双加油了，无双，无双，给我们鼓掌。哇，加油，不错。哎，他很会摔，他可以把眼镜摔在跑道上，没有掉到水里。他还是非常，你还可以看到吗？第二关，加油，抓紧了，无双。无双，你是最棒的。手不行，还能用上脚。哎呦。终于看到无双的庐山真面目，非常棒！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心愿，过了第一关。他们三位呢，都是来自于上海国际模特大赛的优秀选手，再次欢迎你们 ！Go！ 好样的，加油，杜鹃！哇，她的皮肤好白，我好羡慕哦！一朵娇嫩的杜鹃花。好，再来到第二关，提醒这个选手一定要有助跑，一定要有助跑。一分已经拿了，别害怕，一定要跑起来。不一样，不要着急，像跑步一样的，右左右左往前一跳 ，OK 了。勇敢一点，哎呀，就差一点点呢，杜鹃。看见他们落水，真的是有这个怜香惜玉的感觉啊。Just go， 加油，我们非常可爱的喇叭花。冰冰加油。冰清加油。
这个五段套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勇敢一点往前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好的 ，Go。站起来，可以的。你可是说了你要过第二关的，第二关要有助跑。哪位姑娘老漂亮啊，不要害怕，其实跨过去忽略中间的那些关卡应该没有问题的。好，踩稳了。好的，掌声欢迎我们广东水果大王。哇，而且是一家人哦。哎呦，带来的是龙眼，祝你们智勇大冲关，红火到永远。我带来的是杨桃，杨桃杨桃，冲关向前我们最傲。哎，我带来的是芒果，芒果芒果，越办越火。菠萝菠萝，智勇大奖我们来夺。来扔。好的，看看是几呢。哎呦，哇，冲，加油水果爸爸，加油啊。你不是吧？哎呦，你是给孩子们先来探探路的吗？水，对呀。水果爸爸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种植水果浇灌很重要啊。看你的，小儿子，也就水果大王的小儿子，爸爸刚刚冲关的表现呢一般般，不知道小儿子的表现会如何呢？来，叔叔给儿子加油。看着水当当甜蜜蜜的，在这儿呢，在这儿，你看你看，在这儿呢。夏天小，哎，小心，哎呦，这水果家族还是离不了水啊。对，现在是冰镇水果了。闯过第三关就可以获奖啊。三二一 go。 好样的，我们水果家族的大儿子出发了。哇，上阵父子兵啊。你就有些肚子呢，他说吃水果吃的。原来吃水果也会长肚子，我一直以为水果吃了是瘦身的呀。加油加油，继续。虽然大肚长了个西瓜肚，可是没有关系。加油加油，很灵巧啊，很灵巧。哎哎，抓稳了，最后一个横杆啊。看样子平常在家里面一定是经常帮爸爸干活的。哎呦，最后一个横杆跨度最远。好了，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大侄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三二一 go。 大大侄子加油啊，个高你不行，过三关就可以拿到我们送出的奖品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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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从广东来的水果一家人呢，让你们今天可以带回去硕果累累的我们的华帝奖。放心放心，是是是，今天他们带来的暂时先保存在我这啊，晚上咱们回头来取 啊。来，我们到外圈，到外圈，对，好。二侄子，我们水果家族的二侄子，今天是一家老小都来了。哇，不错，摔得很准确。来来，这个悬吊高台满关了，现在已经掉水了。恭喜我们的水果家族第一台奖品哦。那三位姑娘呢，是来自这个第60届世界小姐大赛网络赛区的选手。三二一冲，跳，加油。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世界小姐网络赛区的美眉们，真的是在空中飘逸。我们要提醒我们场的美眉们一定要助跑，不能这样，这样你没有往前冲力。看，做了一个反面教材了。三二一加油加油。那么面对漂亮的美女，我们的赛道也是非常非常的温柔，但是我感觉她第二关有戏哦。漂亮美眉们一定要助跑，不能原地这样跨，原地跨是不行的，要跑起来。他们好像约好了都是用这种形式来落水。来，三二一冲啊。哇，太棒了，我们北京的这位选手呢已经出发了。看来美女都是拥有这长头发呀，不怕，勇敢一点，加油。嘿，能不能够创造属于你的奇迹呢？哇哦，加油。我要知道我
我们在这个长沙的烈士公园晨练队的中老年朋友。对，但我发现云母混珠啊，啊，有位外国的朋友哎。对，据说他是今天早上才刚刚参加的。Hello，Hi。Hello, man。这就是我们就追求的天下大同的境界，对不对？然后看到尤其我们很多的老哥在那边，来大哥，这位老哥我有印象。对，这也是我们智勇大成关的一个这个熟人了，对啊。哎。哎，不错了，不错了。Go！ 加油！一位六十岁的大哥冲上了我们赛道，好样的，跑跑跑，跳，继续跳，没有关系。哎呀，不错了，好样的，来到第二关，大哥也是放出了这个豪言的，说全过。好的，来，双手抓紧，准备，一个优美的姿势，一二三，三二一，上杠，好，来，走一个。这几位老年晨练队的叔叔们来闯关、啊、对，你看我这位大哥的短裤多有特色，一定是非常勤于锻炼的，而且个人呢非常惭愧，你知道吗？好轻松啊！上一次闯关的时候我还是从边路走的，就完全没有走正路，多好的榜样。好的，来调整呼吸，好，非常顺利的在外圈稳定下来，看看叔叔你做得很好，转完两圈之后是否会出手，慢慢的把身体立起来，用后脚掌来着力，准备好，再调整一圈，再观察一下我们智勇大成关的风景，你跳起来，抓住，哇，你成关过关啦，哇哦，每个人都是这个身怀绝技啊，随随便便就过了第四关，哎呦，还有咱们中国龙的精神，抓住、哎！看出来了，它是一条水龙。哎呀，好可惜啊，叔叔落到水里面，使劲拍了一把这个水啊，觉得很遗憾。Let's go！ 背心大哥冲向我们的赛道。哎、大哥，哎呦，大哥这个过得真不错。没有关系，爬起来。对，你就把这儿当成是咱们那个地，咱们过那地垄沟。郭亮村的希望就在您身上了，我们大哥心里有抓住希望，对，别看在我跳的这个，来我们给你加个油，郭亮村亮不亮，稳住，尖叫声在哪里，鼓励一下，哎亮了，哎果然亮啊，亮了亮了亮了，见着亮了，加油了，胜利在望，往前往前，好，大哥，这第三关一定得稳住了，对，要沉住气，来到外圈。像这样的场面，一般只能出现在这位大哥的梦里。这位背心哥是否可以改变？他对，慢慢爬起来。郭亮村的村，哎，这位大哥是什么职务？智勇大成关上的表现。操，我这个村委委员。村委委员，你看。村委委员，村委委员，平常在村里面田爬起来向上跳，然后是箭步。好，村委委员，好的，好的，跳要飞起来。不要放手，调整一下。胜利就在眼前了！哎呦，加油！好帅！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是简单的，这没想到，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都是屁股惹的祸！背心哥，你红了 ！Go！ Let's go！ 这是我们长沙晨练队伍当中一个特别的一个人，是来自于外国的朋友。咱们湖南的陈磊，没有，外国友人的眼光啊，这个、太有眼光了、这个。对，让我想起了刘易斯，很标准的跨栏动作。看看他有没有得到我们老年晨练队的这个过这一关的真传。来看看这位外国朋友这个姿势，哎，有点像李小双啊。哎呦，这很不错呀。晨练，晨练，老外无限。晨练，晨练，老外无限。好了，希望我们这个来自国外的朋友呢，能够在今天的智勇大成关赛道上表现出自己的风采。刚才看着我们这位外国朋友跟着我们老年晨练队开场的时候唱我们湖南民歌《浏阳河》的时候，有点南国先生的意思啊，但是在这个跑道上面似乎是抓紧，好厉害，强强强强强，好，厉害厉害，过了三关了，坚持加油，小强这一关就有打小强加油，哇，看样子小强是给上天入地入水的呀，这个撑杆也像一个弓箭一样，撑到最后一关，撑到最后一关，三二一走 ，Let's go， 来，我们撑到最后一关啊，
好，老哥加油！哎呀，你看大哥，哎呀，哎呀，奖品，哎呦，掌声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喂，跳跳跳！八十多了，我的妈呀！加油！一个俯卧撑上，加油啊！大哥，你可以在那个，你可以爬那侧面的杠子，可以。抓紧了，大哥，你可以走侧面的。哎，大家看一下，哎呀，悠然自得啊，胜似闲庭信步啊！这位太了不起了！哎呀，我们加油！老年晨练，活力无限！老年晨练，活力无限！健康无限！加油了！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大爷！哎呀，慢点，慢点！哎，我们这转盘要给老人的速度啊！实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呀，大爷！大哥不容易了，但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都像我们爷爷这样子坚持锻炼，相信身板一定都会像爷爷一样这么有精气神儿。对，我们就想我们八十岁的时候，如果能像大爷您一样，我知足了。啊，赶上您一半也行啊，您慢着点啊，来，对，慢慢看看能不能够爷爷调调整好姿势，抬头看前面的跳格子。这老人闯过了三关呢，快八十了他。您太了不起了，接下来都是系统的关成三关。大爷，这关你跳哪儿都算你过，好不好？对，这位老人说一声，实在不行再歇会儿啊，咱们喝点茶。爷爷，要老公过一边荡秋千也行啊。对，过荡秋千也行。爷爷，您过荡秋千吧。哎呀，哎。哎呦喂，好用啊，好用啊！哎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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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底下的朋友，这关算您过，大爷。你。哎呀，大爷，大爷，哎呀，我的天哪！看那腰板，您是我们的神呐、哎！我们的大哥已经站起来了，继续向前冲。哎，你看我们这小伙子多好，非常棒！这是电视机前老年人，为了您的这个安全起见，闯关就不用再继续了，爷爷。记得大哥得助跑，刚才就是因为你没助跑，得助跑。对。老人家，七十八岁的老人，他还是要一直坚持着闯完我们最后一关，抓紧，好，看看他是否能够让我们的智勇大冲冠的赛道上全场的欢呼声啊！七十八岁的刘国英，刘爷爷，刘爷爷，小小，刘爷爷，您可以爬梯子，您可以爬这个梯子，对这个软梯，对，用脚您注意，手一定要抓稳了再松手。大爷，刚才在镜头当中出现了两个小孩子，我相信你现在七十八岁爬上来，这个镜头会留在他们脑海当中一辈子。我们再欢呼一下。哎，抓住了，我也太棒了，把他整个抓住。好的，好的，大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哥真的太帅太酷了。哇，爷爷你胜利了。哇，老年晨练活力无限，老年晨练活力无限。是的，接下来呢，同样要颁发给爷爷非常好的奖品，就是我们华帝聚能造提供的聚能造一个，奖金2500元送给您，爷爷开开心，高兴。好嘞，也希望您身体健康，永远幸福，谢谢。祝您健康长寿。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边呢，叫做粉红芭比啊。大家好，我们是粉红芭比。好，那来你们是什么队呢？蓝色妖精。蓝色妖精。蓝色妖精。啊，蓝色妖精，对，我是蓝色两万。欢迎两队。是的，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用掌声来请出今天我们的 X Man， 有请。哇，小蜘蛛，好，厉害厉害厉害！我们 X Man， 他在我们两队 PK 当中的话呢，如果哪一队能够得到他的帮助的话，那么将会赢得我们全关的奖品。哦，也可能会反败为胜。是的，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两队啊，就要用事实、用数据告诉大家，保持一个美好的身材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首先出场的是嘉欣，95、63、92。哇！三二一 ，Go！ 这黄金比例啊，冲上了我们的赛道，非常棒。动作加油，加油，标准，对，而且一点都不影响他运动。跳过去，不要放弃，好的，哎，撑住了。
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星星。是的，真正的好身材的话呢，不是靠做出来的，而是靠运动出来的。好，来看它的黄金比例是84 6 2 9 1。星星做好准备，3 2 1 go。加油，跳过去，好的，这一关跳跳跳跳跳，跳起来，哎呦，脚上打滑了。好，现在比分就是1-1。接下来出场的是菜菜，黄金比例85 6 2 8 8。哇，3 2 1 go。 哦哟，跳起来，好的，没有发现他跑的时候再跳，就是所有的瞩目。他跨栏的动作很，哎呦，哇，厉害，哇，好强，跳起，哎，再往前跳啊！接下来出场的是雪儿，来听听他的数据：93 66 94。Yeah, let's go。好，再跳。好样的，雪儿。好，这一关到现在为止，两队的妹妹还没有冲过去，加油，跳，抓紧，不要放手。就差一点点就可以给你们队再多争得一分呢、啊。接下来出场的就是苗苗，85 63 85。哇，三二一 go。Let's go。加油啊，苗苗，加油。跳起来，往前摔跤的用上一点手臂的力量，跳好了。第二关要吸取前面的教训，但要往前，一定要冲刺啊！快加油！突然沉默了，旁边的观众在尖叫。好，最后一位的是拉拉，82 60 87。哇哇哦 ！Let's go！ 加油，拉拉，希望你能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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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个夏天最健康最快乐的方式就是来到智勇大冲关，来好好的冲一下。当然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妹妹，哎呦，好，公布我们的比分，现在是3-3。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来见证一下蜘蛛侠的真面目。来，哇，画皮啊，不知道蜘蛛侠在这个时候会支持哪一个队。蜘蛛侠肯定会帮助我们粉色芭比，因为我们很可爱。蜘蛛侠要帮我们蓝色妖姬，因为我们很崇拜你。哦，那其实我们的规则呢，就是蜘蛛侠通过五关以后，我们每个妹妹都可以有奖品。啊，有没有信心？有。Let's go。看穿紧身裤的蜘蛛侠。对，希望蜘蛛侠不要是失败的妹，是 Spiderman。谢谢 S 君，就是跟平常。因为他是一个侠，蜘蛛侠，一个高人。哎呀，我真的好羡慕蜘蛛侠啊！在战斗，自古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哎呦，这么多粉红妹妹来给他加，哎，你也算是粉红妹妹当中的一员呢。当然，其实我特别想当蜘蛛侠，如果那套衣服给我的话，我一定会冲上高台。所以接下来这位蜘蛛侠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寄予着六位非常漂亮妹妹的希望。喂！哇，真的没有想到啊，蜘蛛侠，你的成绩是要过了第三关才开始计数的呀。随着蜘蛛侠的落水，我们这一轮的比拼只能够靠你们自己了，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更幸运，谁的数字大，谁就会赢。好，来看看我们蓝色妖姬队的比分是5，最大数字。粉色芭比3 2 1，芭比，哦，哎，继续继续。三，恭喜我们蓝色妖姬可以获得我们第三关的奖品，就是华帝热水器。恭喜恭喜恭喜！哎，看到这么多的人拿到了奖品，在这边一关一关的过去，我相信你的心肯定是痒啦。那就赶快来报名吧！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301-82-810-800。82810900，或者直接到我们的报名地点湖南长沙皇冠假日酒店生日啤酒吧。同时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哦，就是80005100000哦，进行互动报名。哇哦，华帝厨卫给所有的冲关选手准备了精彩的冲关奖品，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澳洲莱茵植物防晒 BB 霜给我们带来的夏日清凉。周一到周四19:35，智勇大冲关，谢谢大家。